是非凡，队形整齐划一，这是台中小民女中管乐团最近密集训练，因为将在国庆大展身手。小民女中管乐团1994年成立至今屡创佳绩，连续12年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第一名，还获得2018年世界杯、2019年亚洲青少杯行进管乐比赛金牌。这次受邀国庆表演，全校师生倍感荣幸。我们真的是这个荣幸啊，被国庆这样的邀请，然后也非常感谢可以跟局高校啦，还有北一女们一起在一个舞台上去呈现。从8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到双十国庆，每一个周末都是2天6日连着一整天，8点到5点的训练。每个动作、每个小节都要精准到位，因为国庆日还要先跟北一女中乐仪队，还有日本京都局高校进行切磋。赫赫有名京都局高校吹奏部的同学是日本管乐大赛以及国际赛事常胜军，因为团员身穿橘色制服，所以有橘色恶魔之称，网络上有超高人气。就卡兹尼台湾で皆さんにお会いす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橘色恶魔碰上台湾金牌级管乐团，将有什么火花？大家拭目以待。记者曹展、徐伟成采访报道。